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看远方。当我们人只要情绪很低潮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呢试着看远方。当你看远方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会上吊。只要呢持续的大致上3到5分钟，你那个不好的情绪就会逐步逐步的减缓。同样的道理，只要呢你是在办公室，你没办法看远方，你就眼睛看天花板，也是会有同样的效果。所以，看远方，它可以让你的心情舒缓、解压。当你呢，遇到你的心情是低潮、很烦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试着看着天花板，或者是呢，看着窗外的景象，这样子3到5分钟就可以把你那不好的情绪给它呢降低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